你敢吃那么多吗，战哥？别人不是跑步吗？哎呀，真跑啊！哎，你不跑啊？跑跑跑跑跑跑！我没办法，我逼自己跑啊！我吃。好好好，八点半，不然我切掉了哦。好，八点半，我可能九点跑。那我。没有八点半跑吗？啊，跑跑跑跑跑！看他什么时候能吃完。到底、啊？我把这芋头吃完，芋头好好吃。到底八点半跑不跑？哪有芋头？都不是芋头。这儿啊，八点半到底跑不跑？中间一大块芋头啊。这么屌吗？好小，哎。八点半跑不跑？跑啊！明天早上打电话。八点半跑不跑？跑跑跑。九点，你这个夜宵，两个掐掉。好，但是我八点半跑，对于我来说真的有点早。你明天几点开吗？九点。哇，那你就不能跑。嗯，可以啊，八点半跑。八点半真的可以跑。你会发现你会瘦的。烙的。哇，这芋头，这芋头好好吃啊！哇，干！哎，罪恶啊，罪恶啊！抖音。